起身真做皇帝啊！许氏兄弟联手出击，一个奸，一个醒，一个傻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个臭皮匠笑死诸葛亮。你哋做乜嘢啊？问嘴撞啊！哇，乜咁得人惊嘅？咁你唔死算你偷笑啦！半斤八两，12月6日星期日夜晚10点，星期日影院，百度空间，鬼马爆笑上映。